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嘉南市长谢国梁的罢免案，是不是会成案？八月中就会知。啊，现报这个听梁甲国梁双方的车拼。谢国梁进前连续三天到嘉南火车头前来开直播，向市民问好，也毋过予代替人员以行政中立请离开，所以今仔日换战场，换到公车专门站。也毋过有民众大声甲话讲，听梁行动差你一票，是予现场真眼叫。现场会当甲你翕一个相无？台湾国立市长陈俊涵热情要甲谢国梁同齐翕相，第一时间市长嘛，敢那无点出伊是谁，笑笑讲好，是毋是搁后一票？开梁行动，差你一票。大家加油吼！不办正事啦吼，我要紧的代志无做啊，市政荒废安尼吼。当面给呛声，谢国梁给拍死，谢连山大爷跟驾头隧道下了后，赶紧离开，为着要躲过罢免的危机。谢国梁有四天透早行伫街路，含民众盘乱，搁开直播。今日哩透早换所在，换站点伫咧公车转运站头前。不好意思，早早说。我们台野还是必须保持行政中立。好。昨透早，甲上班上课民众，竹坑小姐们到半中站，捡代替人员当场解赶走。谢国梁定行一手竹坑，伫街人街路，卖人看到反罢免的文宣，头一摆出现伫咧客运车的广告顶，要支持或者是唔该支持，车迷食影响心内有数。谢国梁今日从捡落台八月中真紧就知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